就我们到了大连了，一定要吃饺子，啊，吃点饺子，吃点海肠，炒海肠。今晚请客吗？请客。我用一个小新手训练车跟他玩。谁呀？怎么的了？就啊，你给我撞那个门上了。不是你记住，你能不能是我撞的呢？一百块，一百块。走，我上车转给你。别别别，你别走吧。哎呀，别笑好不好？不开心。哎呀，我去吃饭，带你们感受一下我们东北人的收钱性。东北人的夜情。跟团队在一起吧，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核心力，你知道吗？就凝聚力，就是通过什么才能产生凝聚力呢？就是打游戏。这个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十大剧院，就是我们明天要演出的地方。你看漂不漂亮？希望明天我就是能够一切顺利。虽然我有点咽炎，我会加油的。现在在吃饭，然后呢是我们的主办方刚好是家是大连，然后呢就带着我们吃大连的本地菜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餐食。首先这个是地道的东北菜，但是我们今天来晚了，血肠就没有了，杀猪菜。然后你看看我们家里的秋葵的分量，这个里面什么都有，叫蒸汽锅，里边的是蒸的那种，特别爽。这个呢，赤贝，你看看，这一盘这么多赤贝，炸的虾仁儿。我隆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道菜，就是海鲶鱼炖豆腐，这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菜，在南方叫生蚝，在我们大连叫海蛎子。这个是中间宝，中间的这个就是奶油花卷，大花卷，然后这个饺子呢是鲅鱼饺子，啊，对，还有这个海胆，来吧，开整吧。人生吃了那么多的海胆，真的，大连的海胆是绝了。以前有一种休闲方式叫什么呢？叫 disco 寒冰茶。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，那也算是寒冰茶里面风靡一时的人物。再见，我的爱人。
送给你们。Thank you.